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米皮哥。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要出发去迎接我们家的新成员，我现在很兴奋。而且我从昨天就开始很期待，然后就一直想说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买齐。对，我们家的新成员呢，就是即将要有一只很可爱的奶油腊肠，我真的很自嗨。这明明他就比我还兴奋，他也很期待，好不好？而且所有的那个用具都是他买的。那我讲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我们家突然，其实也不是突然，就是有这位新成员。如果有追踪我的 IG 就知道，我们家的短毛腊肠就上一只库利，他在去年的时候过世，然后其实就一直有在想要养一只狗的念头。你在社团吗？我问了，我问很多次，我问了十几次吧。而且因为我很爱腊肠，我就偏爱短腿，所以我就指定说啊，那你可以帮我看有没有腊肠可以领养吗？而且我就是想要用领养的方式，真的看了超多，然后他也问过好几次，就是没有收到回复，都没回复我。而且因为可能腊肠太热门了，所以很多就是很可爱的，一下子释放出来消息就都没有了。这是第一次有人回复。对，我们其实都没有抱希望，然后他每次都会觉得啊，怎么都没有回复，我就说没关系，我觉得这就是缘分，因为上一只狗我觉得也是缘分才遇到它。结果他就收到回复了，我们隔天马上就去看到。对，我们隔天马上就去现场看那一只狗狗，然后一看之后，我觉得就很得我们的缘。前主人决定要把那只狗狗给我们养，所以就到今天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现在要去那个晶片转移，对，要去迎接它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后面已经帮他买了一个车上的，哎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他？我们那时候也想了好多天，最后我觉得要取了这个真的好，而且我一讲完就是大家说，哎，你想好要取什么名字？大家都说，哦，这名字很赞，我要公布了哦，它的名字就叫做 Homie， 就是 Homie， 就是兄弟死党的那个 Homie， 因为它是公狗嘛，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取一个英文名字，然后结果昨天想到它中文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叫好命。有没有很赞？哎，我买他的东西买了快3万多。他那时候买完就说：“哇塞，这狗过得比我还好。”因为我们就添购了所有他的用品，从家里的啊、吃的啊、保健啊、玩具啊等等，然后就是希望他来我们家可以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他可以很快的适应环境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就会很常在生活中分享他。哎，你可以开始有东西发了，你就发 Homie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等一下顺便带他走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动物医院见啦。你还会看那个？猫咪冷静。咪，你看它靠在我的手上，哎，好乖哟。猫咪，我们要一直叫你猫咪，然后猫咪，知道吗？嗯。哎，它看镜头，然后就前一刻才收到的狗笼，还在研究怎么装。好久哦，还没装好哦。好可爱哦，他在玩玩具。等一下啦，我录下录玩玩具。你看他，先冷静一下哈，乖，猜这个。猫咪，坐下，坐下。棒哦，好棒哦！完了，也要准备尿爆。好疗愈的声音哦 ，ASMR。尿爆，绝对尿爆。这个新玩具的生命大概只有2个小时。这死也太巨了吧！这真的是辣。今天好像很舒服哎。我们继续玩。去哪里呀？来分享一下我们帮 Homie 买了一些什么开箱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水，喝水的，然后它会自动出水，然后换滤芯，还有它的牵绳，在旁边看哦。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？洗澡用的，你看很多种。还有狗的药，这个是外出的水瓶，还有零食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吃健康的哦，健康食品。然后还有刷毛的啊，洗澡的。
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长的牵绳跟饲料，其他还在路上，所以其实养狗要心理准备，就是一笔花费。啊 ，Homie，Homie， 你有闻到吗 ？Homie，Homie，Homie，Homie 在。喂，后面，后面，上面，好舒服哦。啊，这里有他的豪宅，然后里面现在已经被玩具占满了，然后旁边是一个甜甜圈的窝。嗯，好冷静哦，很熟悉耶，你看。哇，后面在尿盆上尿尿，好棒哦，来，后面来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，这是对的，对的哦。乖哦，好，我们终于安顿好了，然后他看起来现在也蛮习惯的，而且刚刚还有成功在尿盆上尿尿，你好棒哦。然后他现在好像已经知道这是他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他就会一直在这边玩玩具。好啦，那之后呢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是洗板变晒狗摸人，然后如果想要看更多 Homie 的动态的话，记得要去我的 IG。 他很像小黄金，他好可爱哦。对啊，它比一般腊肠再大一点。对，它比一般腊肠还大只，它现在有11公斤，所以是一只头好壮壮的奶油腊肠。好啦，未来你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咯。嗯，要乖乖哦。好啦，谢谢朋友喜欢这次的影片，那别忘了要帮我按喜欢，然后喜欢 Homie 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就是说说你们对它的第一印象，然后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可以点这边，这边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Homie 跟大家说拜拜，看那边，哎呦。永远不会走。哎，不可以。还好。他要跳起来才可以到那里。不可以。可以让他把他扒倒。哎。你在干嘛？好了。好了，好大只哦。